八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而家係正在生效。喺浪卡同埋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下邊，香港嘅離岸海域同埋高地正係受烈風影響。香港南面地區風勢較大，而黃茅洲都係曾經錄得暴風嘅。同時同浪卡相關嘅雨帶而家正係影響珠江口一帶。預料香港仲有一段時間會受烈風影響，而隨住浪卡登陸海南島同埋有所減弱，而且進一步遠離香港，本港風勢預計會逐漸減弱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嘅風力情況，喺黃昏至到今晚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。海面會有湧浪同埋非常大浪，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喺晏晝三點鐘，熱帶風暴浪卡集結喺香港嘅西南大約530公里。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，浪卡會以時速大約22公里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，移向海南島。預測今日天氣會係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嘅東北風，會漸轉吹東至東南風，海面有非常大浪同埋湧浪，多雲有雨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，雨勢會漸轉頻密。展望聽日雨風勢仍然係頗大，有雨同埋會有狂風，海面會有非常大浪同埋湧浪，日間雨勢會減弱，跟住有幾日部分時間會有陽光。